Hello， 你好，非常欢迎你回到我们的感恩力量21天的课程里面来。让我们今天来跟你分享感恩你所实现过的所有梦想，以及感恩你将要实现的梦想，甚至感恩你可能过去想实现但是却一直没实现的梦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过一些梦想，但我们没有去实现它，但是在追求它跟创造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，虽然到最后的结果好像是失败了，但是它给我们另外一个新的讯息，它会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梦想，而累积另外一些能力，它会让我们学到另外一些东西。所以在今天就让我们深深的闭上眼睛，去感谢那些已经实现的梦想，去想象它，那些尚未实现的梦想去想象它，还有那些不可能实现还有没有实现的那些梦想，让我们去感恩它，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方向，让我们知道人生之中还有另外一些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的地方。感恩之后，然后放下这所有的过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练习。